我进去。好，目标99楼，开始传送。希望他们一切顺利。这是哪儿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黑暗魔王，是你在捣鬼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为了你们好，这样你们能通过考验就能离开这里。祝你们好运。黑暗魔王也太可恶了，等回去了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他出现了三盏灯，是要让我们选一盏吗？黄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眨眼，等一等，应该选绿灯，我们快跟他走。哎呦，小姐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前面好像有东西，我们过不去了。这里黑漆漆的，能有什么东西啊？大宝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。恭喜来到第二关，在30分钟内答对题目，就能进入下一关。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什么？我们还没同意呢，怎么就开始了？元宵节是哪一天？农历正月十五。吃进去是红的，吐出来是黑的，这是什么食物？西瓜。一米等于多少厘米？什么？我不会。不会。一米等于10分米，一分米等于10厘米，所以一米等于100厘米。哇，小雪啊，你真厉害。什么动物会呱呱叫？这个我知道，青蛙。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？蓝鲸。形状像勺子的7颗星是什么星？北斗星。请背出9的乘法口诀：1999、2918、8972、9981。哦，终于背完了，幸好我昨天刚背过。看来你们暑假都很努力，现在难度升级。九月有什么节日？教师节和中秋节。袋鼠企鹅生活在哪里？袋鼠生活在大洋洲，企鹅在南极洲。回答正确。还有最后一道题，回答正确你们就能过关了。哼，放马过来吧。什么动物早上4条腿走路，中午2条腿走路，晚上3条腿走路？蜘蛛。回答错误，你还有一次机会。这不是做的。我来回答吧。不行，必须大宝回答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呀。时间还有1分钟。完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大宝，你好好想想，这道题的答案和我们很接近。和我们很接近。10、9，4条腿、2条腿、3条腿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5、4，大宝加油啊！3、2，我知道了，是人。恭喜你回答正确，你们可以出去了。怎么还是黑漆漆的？欢迎来到最后一关，只要你们猜出开灯密码就能离开这里。1声是横，2声是竖，3声是撇，4声是捺。现在开始吹哨子。是开，开始的开字。恭喜你们通过考验。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我让黑暗魔王这么干的。什么？因为我想看看你们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学习。你们表现不错，暑假作业就不用检查了。耶，太好了！小朋友们，喜欢这个视频吗？我们下次再见。